就是早晨快到8点，今天是星期天。这是旧金山这边人们在等地铁开门，因为星期天的时候它地铁是8点才开，平时开的比较早，现在马上就要到8点了，这边人们在等着开卷帘门。卖唱的这位在开始卖唱，也是早到就准备卖唱。好像来开门了，好像。啊，不是，没来开门。那，这位来开门的了，他是一摁那个电钮就开了，然后人们就进入早上第一批这样的。这就是早晨开门前的情景，人们在这块排队。